也不知道要听什么歌。回去嘛，就变成湿哒哒、软塌塌，就不好吃。咸咸的，撒着盐巴。我以为他们给我直接用这个怎么怎么着，他给我分开了。你们喜欢薯条蘸番茄酱还是直接吃？我喜欢蘸番茄酱吃。有些人就喜欢单吃。我第一次这样吃蛋卷冰淇淋。经过麦当劳，我就特别想吃麦当劳薯条，也是会特地为了吃薯条来麦当劳。现在想跟你们互动一下，我发给 IG 发个限动。请大家为我推荐一首歌，然后我选到第六个给我留言的人，我就听那首歌，吃下午茶，然后一边听歌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听什么歌，让大家来给我推荐一下。请为我推荐一首你们最近爱听的歌吧。不知道会是谁呢？谁是这个幸运观众呢？故事白林下三十五度乐队，我还没有听过哎。不是故事白林下三十五，是故事，这首歌叫故事，然后白就是林下三十五度这个乐队唱的。我想什么故事白林下，我根本就搜不到，傻了。我觉得这个幸运观众可能是有点故事的人吧。这首歌我不累，幸福如歌，总有爱跟随，歌词充满着饱经风霜那种感觉。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自己一个人吃饭是一件不好的事情？我觉得一个人吃饭是很正常的，如果你真正能享受一个人吃饭的过程的话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我觉得我还可以吃好几包番茄酱，我特别喜欢吃番茄酱。番茄酱我都可以单吃，我可以干吃，就直接一包直接吃酱，我都可以。吃麦当劳薯条它单吃也很好吃，因为它上面撒着盐巴，就是本来就咸咸的嘛。我更喜欢吃番茄酱。麦当劳薯条 YYDS。这家店的冰好酷呀。
有19种选择，可以任选两种搭配，选的是蔓越莓和抹茶。就变成喝汤了，看到了吗？里面还藏着一颗大布丁呢。我赶紧吃的时候真的就不想说话了，只要我吃得快，融化就追不上我。今天是一个人来吃冰，都融化了。是串冰吗？应该会融化的比较慢，谁知道这么快就融化了。
前方高能。因为疫情嘛，然后它料真的少了好多，没有我以前吃来吃的多了。Baby, staring at my hands.